生活中，我们经常需要在网络上查询一些信息。碰到看不懂的英文网页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只需要在您的网络浏览器上安装一个谷歌翻译的扩充功能，就可以很方便地翻译整个网页。首先，请确保您的电脑已经安装谷歌公司的 Chrome 网络浏览器。它的外观类似一个彩色的圆盘。点击并开启 Chrome，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，在选单中选择更多工具，然后是扩充功能。在新页面中点击左上角的三条横线，然后点击左下角的开启 Chrome 线上应用程式商店。接下来在左上角搜寻店内商品栏内，输入 Google 翻译。从结果中选取 Google 翻译，确认它是由谷歌开发的这一款，然后点击右侧的加到 Chrome， 继续点击新增扩充功能来确认。无需同步。接下来点击浏览器右上方拼图形状的扩充功能图标，可以看到 Google 翻译扩充功能已经成功的安装。点击它右侧的大头针，将它固定在浏览器表面，方便取用。如何在 Chrome 浏览器上安装谷歌翻译扩充功能已经讲解完毕，请观看下一视频，学习如何使用它来翻译英文网页。